曾国城耍浪漫，与爱丽丝月底吃和解饭。曾国城左耍浪漫，土鬼陀剧场提供，2018年3月16日。综艺大哥曾国城舞台剧也演得出色，今16日参加果陀剧场音乐剧《哎呀我的妈》总彩排记者会大耍浪漫。只见他与黄家千介绍该舞台剧幕到一半，场内却无预警熄灯，观众席瞬现一大片爱心灯海。他被问到撩妹技巧，开玩笑表示，我聊老婆裙子比较多。对于先前表示不看好爱丽丝新恋情造成对方难过，他透露两人月底会吃和解饭。一大片爱心灯海，原来是白色情人节刚过，曾国城不计黄家千的惊喜，将国家戏剧院精心布置成求爱场，不但深情告白，还邀和窦智孔、关诗敏、Erica、刘爱丽等众多演员助阵，台下灯海，台上气球。曾国城更手拿 Love MOM 造型气球深情演唱大方献爱，女主角黄家千事前完全不知情，一看到台下拼接成爱心形状的灯海惊呼出声，她甜笑，没想到程程来这招，都三度加演了还聊妹啊。哎呀我的妈，主演员群，土鬼陀剧场提供，2018年3月16日。黄家千私下好奇频问曾国城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准备的吗？他表示对这意外告白完全没料到，心里暖乎乎。哎呀我的妈，16日至18日二度登上国家戏剧院，粉丝相当期待。